老师跟你在弄的呗，吃饭个奶粉嘛，我看别个那些奶粉一百多块钱一桶啊，我们还三百多的哦。一直都吃这个的嘛，就肯定一直喝噻。他现在喝的次数没得以前多了，只有晚上才要吃了的嘛。所以说还是旧的那个，你喂不到好久了，哎，喂到三十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还有一年多时间。现在到这里了啊，我们那镇上没有小多多吃的奶粉，就隔壁镇有。大阪没有了，妈的，肉稀饭要吃，我们奶粉还是要喝。兄弟们，必须双管齐下。小的你买好了，我们前两天打了你吃的嘛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那边那个猪尾巴。猪尾巴呀？嗯，真的，我们去买一个。走吧，走吧。来都来过了。肝脏关窍必须，我们大人还是有点瘦猴子嘛。四川人管得叫好吃嘴。哪个猪尾巴嘛？这个啊，嗯，好、啊啊，我们一人干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你吃干，我吃干。好香哦，好香哦，迫不及待想吃一个是吗？都流口水了，好久没吃了。你还会吃？想吃猪骨尾巴？这个好吃啊。嗯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舒服？还是冒烟？走走走！大人的也买了，小人的也买了，我们现在回家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好香啊，闻到。